是来当人形，不是来当人形立。这推什么人形立牌？我们都对很担心大家会这样想。你有没有当演员身份在自己家里面兼职当记者去做报告的？他报告比较多，我导演讲故事，我补充。你怎么准备？我这三天讲了大概30场，然后每一场差不多就是快10分钟去讲述这个故事，有点像演舞台剧，每一场会长出不同的东西，因为每一场的投资方或评审会 feedback 你不同的意见嘛，所以你的剧本会因为他们的意见而开始了有了变化，有了修正，对我来说是收获蛮大的地方。这两部片都预算计划超多，我刚才讨论。你先说，觉得好拍死啊！大概抓3500到4500之间吧，就是可能也要看找到的主要角色是谁，那就会连带一片酬啊，配角的配搭，那自然就会在就是开支的数字上有波动。马来西亚的华语片比较困难啊，所以就是各个方面的考虑下来，我们是抓了一个1800万台币的预算，就是希望说，我们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钱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让投资者，觉得不会冒太大的风险。你会吗？我们现在就是面临一个大翻转，目前剧本啊，那翻转以后有可能没翻转的话，应该就没可能。这说得很准确。对，现在我还在思考。我是一定不会演出。对，本来有一个角色想找我演，但是我觉得我要专心的做兼职这个部分，所以那个角色也希望可以给一些比较新的演员机会来演出。男女主角没想到，可是已经找好了。这个不能讲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草创时期非常对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，我们只是一个。我们自己设想，我们还没有真的得到这个演员的设想，宝宝可以很好啊。这样，然后对方说：“我以前我也演了。”我觉得这个不太好，我们真的是要尊重那些演员，甚至真的是要跟他们真的是，有了解过才能够公布吧。你是不是很会聊天的？